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9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谈习近平越来越不满意王沪宁。第二个话题是谈乌克兰这一架飞机，就是前两天在伊朗空袭美军基地同一天，就是在1月8号伊朗空袭了美军驻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的这一天，同时在伊朗德黑兰机场有一架乌克兰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突然失事了。这架飞机失事，它的坠毁，机上176人，无一人生还。那么它这个失事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它是被伊朗防空军用导弹打下来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个话题。好，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王沪宁。为什么这么去说？可以讲，习近平他就任以来啊，王沪宁呢给习近平呢编造了一个所谓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忽悠的梦。那么王沪宁呢，他去忽悠习近平，习近平呢就去忽悠中国的老百姓。这个外交部的耿爽呢，他最近呢又做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上面呢就完成了这个中国梦的忽悠，说是梁家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是中国脱贫致富的写照，是中国梦的发祥之地，是体现中国文明的发祥之地。我就不知道中国文明跟梁家河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四大流域曾经有过四大文化发源地，它就是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难道中国的是梁家河吗？中国只听说过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你听说过梁家河吗？但是呢，中国梦就告诉你是梁家河。所以说耿爽就是，你们外国人到中国来啊，只要去看梁家河，你看了梁家河以后啊，你就知道了中华文明了，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就从梁家河来的。这也就是耿爽就忽悠人家外国人。那耿爽忽悠外国人是王沪宁写出来这个中国梦，去忽悠了习近平，习近平就忽悠了中国人民。那么忽悠了那么长时间，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以为他梁家河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之地，就变成了世界文明发源之地呢？习近平是不是就真的那么相信王沪宁呢？你从最近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面对王沪宁的态度，我们基本就可以看出习近平和王沪宁之间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可以讲习近平现在是越来越不相信王沪宁。1月7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呢召开了例行的这个年初的听取汇报会议。所谓听取汇报会议，就是五大班子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整个去年一年，就2019年他们的工作成绩。这五大班子主要就是指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两高，两高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了，以及中央书记处。这五大班子呢，向政治局常委会呢汇报他们去年一年的工作成绩，同时呢展望今年呢新的未来，然后呢中央政治局常委呢给他们布置任务，这是呢年年都有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会议上面，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面呢，同样是习近平主持，并且习近平呢发表了所谓的重要讲话。那么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跟前两年没什么太多的区别，主要就是强调要坚定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所谓集中统一领导，就是统一到习近平这领导了，集中给习近平领导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就是维护习近平的权威了，这个是老调常谈。但是对五大班子汇报以后，给他们各自做出来的结论和往年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四大班子，也就是人大、政协、国务院和两高的这个报告呢，那么习近平都是表示基本满意，这一年呢都听从党中央的指示，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布置，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习近平身边，习近平是满意的。所以对这四大班子的报告呢，基本上是例行公事，都给予比较满意的一个回复。那么书记处就不一样了，习近平重点敲打了书记处，因为中央书记处呢，实际上习近平主要控制全党、控制整个国家的一个中属机构。这个中属机构现在这个书记处里面一共有7个人组成，那么常务书记就第一书记就是王沪宁，王沪宁他本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嘛，所以说呢，在书记处里面呢，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另外呢，还有6个书记，另外6个书记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近臣和幕僚，非常信任的人。你比方像中办主任的丁薛祥，中纪委的这个副书记叫杨晓度，中组部的部长叫陈曦，中宣部部长叫黄坤明，还有一个呢统战部部长尤权，另外一个就是政法委书记郭声琨。那么这7个人里面，除了郭声琨和王沪宁是前朝留下来的这个旧臣官员，另外这几个呢都是习近平上任以后呢新晋提拔的他的直江新军。
所以说七个书记里面，原则上来讲，五大书记都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西家军。那么唯一一个王沪宁和郭成官是前朝留下来的，也就是在江泽民、胡锦涛那一朝就已经入朝为官，同时呢受到江泽民、胡锦涛那么分别的提拔。那么习近平对这两个人呢是比较信任的，毫无疑问来讲，如果不信任是不会把他们放到书记处的。但是书记处里面主要负责的是王沪宁，王沪宁除了负责书记处，王沪宁还负责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王沪宁常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同时王沪宁又是政治局常委里面分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所以说王沪宁实际上对中国整个意识形态，对媒体传媒以及给中央提供重要的决策，他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都是呢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习近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对王沪宁是相当信任的，但是这一年给书记处的报告评价就很不高，报告里面只说2019年这一年中央书记处仅仅是贯彻了中央的部署，这句话就表示习近平对整个书记处的工作明显不满意嘛？什么叫做贯彻了部署？你还敢不贯彻吗？2019年对书记处里面整个的这个评价就说，中央书记处要在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要做表率。那么这句话显然就是对王沪宁做出一个盖棺论定，也就是整个2019年你没有做表率，要求你必须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做表率，那就说明书记处表率做得不够，尤其是王沪宁表率做得不够。这句话就完全暴露出习近平跟书记处之间现在有莫大的这个隔阂和一种极端的不信任，而这种隔阂和不信任首推是王沪宁。因为王沪宁日常工作除了管理什么意识形态，管理书记处，最重要呢他是一个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呢他实际上每天提供给书记处，提供给习近平的各种报告呢是习近平日常做出决策的最主要的依据，也就是这个报告绝对不能错，这个报告绝对不能够误导，一旦误导习近平的决策百分之百错。所以说呢，习近平根据中央研究室给出的各种报告，根据王沪宁每次给他出的这些所谓锦囊妙计，习近平就开始做出他的判断。习近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智商很低，文化程度很低，又好大喜功，又特别自信自负的一个人，也就是习近平他自己没有什么判断能力，他的智商是硬伤，就决定了他很多问题他看不到这个问题的实质，他只是总是接受他们的吹捧，然后呢看到他们的表面文章。对王沪宁送过去的各种报告呢，习近平往往就是按照这个报告里面报告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因此习近平在2019年就是一错再错。这个一错再错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首先是体现在中美贸易战上面，习近平对川普的判断基本上来讲就是一错再错，每次都误判，误判自己的实力，误判川普的决心。一开始中美贸易战打到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习近平在2018年年底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上面跟川普要求什么，叫川普暂缓三个月，获得了有三个月的缓期，这三个月的缓期就是川普你不加税，然后呢他们回来跟川普呢应对一个中美贸易谈判的方案。本来习近平是争取到这个缓期的，所以2019年一开年以后呢，习近平认为呢我们现在跟美国有一个缓期执行的这个时间，到3月1号，这两个月里面好好研究我们跟美国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呢，能够避免这个贸易战呢对中国呢有什么更大的伤害。但是王沪宁呢给习近平的报告就告诉他，对美国要狠，我们绝对不要在意美国什么这个三个月，我们三个月以后还可以再拖另外一个三个月，因为对美国拖延是我们的主要办法，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要怕美国。因此来讲呢，习近平就听从了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给的报告呢，就是对美国呢采取了明显拖的方式。这个明显拖的方式有没有成效呢？有成效，也就是到了3月1号川普果真没有加税啊，川普果真没有加税的情况下，就习近平就更加认为王沪宁给出来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所以习近平就开始再拖。那么再拖的过程中，川普他虽然3月1号没有加税，川普是要求中美之间必须在1到2个月之内就有完整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谈判的这个协议能够诞生，并且对中共呢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这时候呢，王沪宁完全就隐瞒了习近平川普一些具体要求，只是告诉习近平拖延成功，我们继续拖，那么就继续拖。结果在继续拖的这个过程中呢，中共呢派出的刘鹤和莱特希泽呢仍然在谈判。那么谈判呢，基本上刘鹤已经把谈判里面的内容呢搞得七七八八，回来向中共汇报了。那么王沪宁在最关键的时候上了刘鹤的烂药，他跟习近平讲，
如果是答应刘贺跟美国签订这个协议，我们就变成了卖国贼，我们这个就是丧权辱国，我们就是再做一次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汪洋和李克强都是赞成刘贺的这个主张，希望跟美国尽快的达成协议，不要把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因为继续打下去，外资撤得越来越多，外汇根本就收不进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在崩溃，通货在膨胀。所以说呢，无论是汪洋还是李克强都是支持刘贺尽快的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这个方案的。但是王沪宁给习近平上了烂药，他告诉习近平绝对不能同意，同意你就是卖国贼，同意你就是李鸿章，同意就是丧权辱国。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他敢去丧权辱国吗？所以习近平他现在就想反对刘贺跟美国达成的这个协议方案。那么政治局常委那么多人，习近平一个人如果要把他推翻，那么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呢？而大家显然包括李克强包括汪洋他们都不太支持啊。而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比较信任的幕僚就是刘贺这一类，刘贺是绝对习近平信任的，刘贺是告诉习近平这个一定要签啊，这个签了是有利的，因为刘贺辛辛苦苦谈判的这个结果，刘贺也不愿意把它报废，刘贺去谈，他不管他带着什么使命去谈，刘贺总希望他自己这个谈判最终是能获得成绩的，得到习近平对他的奖赏的，而不是习近平对他不满意的。刘贺是不可能跟习近平讲这个方案不好，这个方案谈得不好，我们不要谈。刘贺谈得不好你还回去谈吗？刘贺肯定跟他讲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因此这时候习近平就知道，如果是这个协议要不签，那习近平就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习近平就在五月份突然反悔了，习近平就说不签，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习近平就讲了这个话，他讲这个责任他一个人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再跟习近平敢多一句嘴了。而王沪宁心里面高兴死了，这样就变成中美贸易谈判就破裂了嘛。这个破裂以后，中共就根本没有预案，他们没想到这个破裂没有几天，川普就突然把税给加上了。他们本来认为中美这次没谈成，那还可以下一次谈嘛，哪知道川普呢大棒就举起来了，川普直接就把关税加上了。这五月份加关税，一下子把习近平打懵了。这个习近平一打懵以后，这怎么办呢？这时候既要跟美国跌软，同时在老百姓心目中呢，要跟他们造成就是对美国我们要以牙还牙。所以呢就又以牙还牙，这个中宣部又发动一系列的对美的这个口诛笔伐，激起人民对美国这种反帝爱国的热情的同时，那么刘贺呢还得跟人家莱特希泽谈啊，否则川普的这个关税一波一波的往上加啊。那么习近平一边叫刘贺跟莱特希泽去交流，然后给他争取他到大阪峰会上跟川普再见面，同时呢又赶紧想办法呢要把朝鲜用起来，既希望朝鲜能够向美国挑衅，同时习近平呢又赶紧到朝鲜去访问。习近平接任那么多年，习近平一开始对三方是完全不理的，但是现在到中美贸易战感觉到三方这个棋子可以用啊，所以习近平他就去访了朝。他访朝这次是很典型的，他访朝按道理无论如何王沪宁和中联部部长宋涛都绝对应该随行的，但是这次我们就看到恰恰就没有随行，也就是习近平在这次访朝的过程中对王沪宁已经非常不满了。那么中美贸易习近平就实际上吃了王沪宁的亏，从一开始的十分强硬以牙还牙，到后来向人家川普跌软让川普这个关税不要加，然后到朝鲜访问，通过朝鲜再去一起拉着朝鲜对抗美国，然后再来一波新一波的这个抗美，知道什么？知道最后去年年底答应跟人家美国签订第一轮中美贸易协议，也就是说整个中美谈判一波三折，从年初到年尾，从抗击到跌软到再抗击再到跌软，现在必须要签协议了。也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完全是误判了自己中国的实力，误判了川普的决心，最终就是王沪宁给习近平一个极大的误导，这是指中美贸易战。那么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更是习近平吃了大亏，因为香港问题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整个王沪宁和中宣部以及整个媒体给习近平造成什么？给习近平造成的就是香港人胡闹，香港都是废青，香港这个送中条例本来是完全合法的，我们要这个送中条例只要在香港强行的推一下的，把这个一旦落实以后，香港从此以后就可以解决曾经二十三条没有签掉的问题。所以习近平一开始接受的是王沪宁给他的这么一个报告，那么这个内容报告就告诉他不要理香港，香港这个闹不起来，他们游行有两次就算了。结果香港民众有序的游行一直在坚持，坚持到最后呢，这个事情越来越大，大到什么？大到国际上都来关心，大到美国要准备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大到全球领袖只要跟习近平接触就要问问习近平香港是怎么回事。
到了这时候，习近平就感觉到很恍惚，香港的问题怎么会造成全球对他那么大的关心呢？香港一个弹丸之地，一个小渔村，哪有那么大的人呢？他究竟什么问题呢？香港人究竟要闹什么呢？他们反对这个送中条例，我们送中条例不是死亡了吗？不是林郑月娥已经宣布死亡了吗？后来不也宣布撤回了吗？那么已经撤回还闹什么呢？那王沪宁告诉他，香港人闹什么？我告诉你，习总，香港人闹主要是闹独立。他告诉习近平，主要是闹独立。那习近平能同意独立吗？他完全曲解香港民众他们正常的诉求，五大诉求里面哪有一条是要独立啊？但是他给习近平送上的这个报告就告诉他，香港人在闹独立。为什么香港人闹独立呢？他说香港人抗议的什么问题呢？主要就是什么？香港人现在这个普通民生出了大问题。香港年轻人第一是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因为香港里面大部分企业已经被我们中资控制了嘛，普通的香港人在我们中资企业里面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第二个，香港的房价太贵，香港这么贵的房价，香港年轻人永远也买不起房，所以他们的民生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他们自身由于民生的问题，由于自己上升成长的空间被挤压，他们在这时候就有怨气，而他们这个怨气最终怎么爆发呢？也就是什么？他们要独立，他们只要独立掉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达到他们自己的要求了。因此呢，王沪宁他就把整个香港民主、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他把它曲解成了，曲解成香港人想要独立，想要独立，他把这个信息报给习近平。那你说习近平会同意吗？习近平在任何时候都要求香港必须止暴制乱，绝对不允许这个港独分子在香港胡闹，他们这帮废青是绝对不能在废青面前我们能让他们让步的。同时要求警察严刑峻法，对香港民众死打死杀，从国内调大量的军警去香港镇压。习近平就这个想法哇，他认为我不可能让你们独立哇。其实香港民众没有想独立啊，但是习近平他就是一个无派，他一直认为香港民众要独立。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香港区议会选举，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建制派完全败了以后，习近平感觉到不对了，这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哇。这个建制派来汇报也好，民主派来汇报也好，没有谈到香港的独立哇。而且民主派这次大胜，他们大胜的要求是五大诉求啊，就是要求一个双普选哇，要求对香港警察进行独立司法调查哇，要求撤回送中条例哇，就是这几条哇，这没有独立哇。所以到了这时候，习近平如梦方醒了。所以最近习近平刚刚换了中联办主任啊，他认为整个中联办也好，港澳办也好，这都被王沪宁把持到以后，然后书记处综合了他们的意见以后，给习近平不断地送出一些错误的情报，习近平在这些错误情报下，他就一误再误，因此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坏事始作俑者都是他王沪宁。这个是习近平对王沪宁极端不满的，从香港问题上面，习近平也产生了很深的对王沪宁不信任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对王沪宁不信任的感觉，习近平日益加深的原因呢，来自于刘鹤的一次汇报。刘鹤有一次汇报就说，2019年6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他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当时呢，正是中美之间呢，现在非常非常的焦灼，因为5月份习近平突然撕毁协议以后，川普相当的恼火。这时候中美之间他们的关系呢是比较紧张的，因此习近平访俄的时候呢，是希望通过跟普京，通过在俄罗斯传递一个对美国比较友好的姿态。所以习近平在他的演讲里面呢，他很罕见地用了这么一句话，就说美国总统呢，川普呢，他是我的朋友。因为大家知道川普经常会讲习近平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习近平呢就用川普是他很好的朋友呢，用这句话来回应川普，并且他就说他跟川普既然是好朋友，他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完全是一种割裂，是一种对立。那么习近平的这番话呢，完全被王沪宁所控制的中宣系统，也就是官媒系统全部封杀，一律不准报。那么一律不准报，但是川普仍然看到这句话了，所以川普就跟刘鹤讲，就说我说过你们习总跟我是好朋友，你们习总也认可他跟我是好朋友，就是我们双方都认可我们是对方的好朋友，因此来讲为什么这个协议你们总是签不了呢？所以呢，川普就问过刘鹤这个话，刘鹤呢就回来问过习近平，说你讲这个话为什么媒体都不报道？所以习近平就问王沪宁，你为什么不报道？王沪宁就是中美现在呢不易于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中呢让他知道呢川普跟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川普是敌人嘛。他这样一讲呢，习近平想想也对，中国老百姓是要忽悠的，不能让他们知道真话，不能让他们知道川普跟我是朋友，川普应该是敌人。所以习近平当时也就接受了王沪宁的这个解释。
但是本来中美之间谈判已经谈到了90%啊，到了五月份，习近平突然反悔以后，川普很生气，对中国大量的加税啊，这个加税就让习近平非常的被动啊。在这个之前撕毁合约，习近平讲过啊，有什么责任他一个人扛啊？那现在你扛啊？那习近平要到真扛的时候，他会自己扛吗？他肯定要叫大家扛啊。那这个责任肯定不能是我一个人的。既然跟美国翻脸，那么官媒肯定就是天天都在骂美国。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呢，整个中国大小的这个媒体呢，每天都在骂美国，但是骂的好好的，突然央视来播出一个美国飞行员和一个八路军女战士的黄河决裂，这个黄河决裂的这个播出，它是中版直接要求的，就是王沪宁直接下达指示给央视麻播。那么这个黄河决裂它里面所塑造的这种情绪和当前反美的情绪不一样啊，那么长时间的反美，这个中宣部和各大媒体已经煽动起的这些小粉红天天都在全球反美，尤其是海外的那些留学生，大量的海外的这些粉红青年在全球所有这个支持香港的各种活动中都不断地跳出来去打倒港独，不断地去反对美帝，不断地去支持习近平。在这种时候你又搞出一个黄河决裂，你跟这个反美的情绪不是唱两个调子吗？所以说习近平他到朝鲜去访问的时候，他就没有让王沪宁和宋涛随行。之所以不让他们随行，是因为习近平不愿意这次访朝被王沪宁在整个宣传上面再多误导。这就是习近平呢对王沪宁越来越不信任的几个原因，也就是我的重要讲话你不播，我不想发出去你发出去，然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些情报吧，基本上来都跟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这次不能不换掉中联办主任了。进入到2020年，习近平现在可以讲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中美贸易战压着中国经济上大幅度的滑坡，党内很多高层对他纷纷不满，同时跟美国这么恶劣的关系呢，也使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没有办法在国际上来施展空间。最近美国伊朗这么一交恶，美国伊朗一打仗，它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人认为美国和伊朗交手的话，中国是获得了发展机遇。那是不是发展机遇？我呢在前两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谈过，我可以这样讲，伊朗整个这个事件能说不是中国一个崩溃的机遇就算不错的了，到哪里是发展机遇啊？我看弄不好就是滑铁卢。习近平和王沪宁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对王沪宁这个不信任，在整个今后的这个过程中会逐步的越来越明显。那么到了最后，究竟是习近平他把王沪宁换掉，把他废掉，还是王沪宁能搞阴谋诡计把习近平废掉，这个呢我们大家需要再观察。因为王沪宁跟习近平之间是不可能有信任的，他们彼此之间是只不过一个互相利用而已。好，我们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整个乌克兰这架飞机是被打下来的还是技术故障。那么伊朗和美国发生了强烈的军事冲突，这件事情是在最近这个苏莱曼尼被斩首已经达到了最高峰。本来呢中国呢一直是在背后挑唆着伊朗呢，让伊朗呢去挑衅美国，然后中国呢希望能够搅起整个中东的这个战争以后呢，中共呢在里面获得呢渔翁之利，中共一直是这个心思。所以中共呢包括跟伊朗大使馆呢关系呢走得很近，伊朗大使馆呢最近呢还专门呢在他官方的这个微博上面呢发布一个微博的博文，说是2020年春节就快到了，春节出国到哪玩？中国的朋友们，伊朗是一个好选择，最重要的是他要说三遍免签免签免签，大家到伊朗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中国的小粉红是很惨的，除了被中共当韭菜割，还要被中共的这个邪恶的好友割。愿意去伊朗的你们赶紧啊免签啊，但是这个免签我跟你讲，你买飞机票就要买单程票就行了，你去了就别回来了。你知不知道苏莱曼尼刚刚被美国斩首之后，苏莱曼尼伊朗给他举行了个所谓国葬，这个国葬上就发生了踩踏事故，踩踏事故就踩死了50多个人，踩死50多个人都是踩死的伊朗人啊，踩死的都是伊斯兰教啊，还缺几个中国小粉红垫底啊。所以你们那小粉红赶紧去，去了以后呢有希望呢帮着苏莱曼尼呢帮他陪葬，这样也可以缔结中国小粉红中国和伊朗之间你们这个神圣的友谊，然后呢你们就出把力免签赶紧去。飞机票我讲过了，就买单程别浪费钱，去了是肯定回不来的。像伊朗这种国家，他能给哪个国家免签？或者像中国这个护照，他免签的国家都是伊朗、索马里这些地方，你能去你就只能买单程票去，去了以后你就不用回来了。为什么我说你去了就不用回来呢？你可以看这一次乌克兰的这架客机，它究竟是技术故障还是被伊朗的防空导弹把它击落的。伊朗在上个礼拜三，也就是1月8号，乌克兰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它在首都德黑兰上空突然坠毁，这个机上呢一共176人全部遇难，其中包含9名乌克兰的机组人员。
这个飞机的坠落过程是非常非常蹊跷的，因为这个飞机呢刚刚升空，升空才到2400米就突然坠毁了。这么短的一个距离，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就突然坠毁，那它发生了究竟什么事情呢？根据飞行塔台的数据显示，这个飞机它起飞的时候，无论是它起飞的速度还是它起飞的高度都非常正常，只是向空中攀升了才2分钟，才达到空中的高度只有2400米的时候，突然数据呢就停止传输了。那么突然停止传输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美国的航空专家叫科克斯他本人的分析，这显示呢就是发动机电源呢突然被什么东西中断了。一般这种情况下，他说飞机上面都会有备用电源，这个备用电源会接着供电的，但是乌克兰航空公司这个事件中，这个备用电源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工作，这个飞机就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那么像这种突然失去信号的问题，只能说明突然发生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它的发生，也就是说飞机摔掉以后，伊朗马上就宣称是故障所致，是机械故障所致。那么这个飞机有没有可能是机械故障所致呢？乌克兰方面一开始是半信半疑，伊朗方面讲的技术故障，但是后来乌克兰是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而且乌克兰一再要求要调查出这个事故里面的准确原因。根据美国航空安全与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总裁叫麦凯，他认为飞机起飞时无论是速度还是高度都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出现引擎故障的。因为如果出现引擎故障，驾驶员他会有应急，驾驶员在操纵飞机之后突然发现这个飞机出问题了，他第一会呼叫塔台，跟塔台保持地面联系，告诉他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第二个，他会紧急转弯啊，避救啊，驾驶员他会本能的去保护飞机。那么为什么这个飞机仅仅升空只有2分钟，才达到2400米高度之后，驾驶员没有任何反应，这个飞机就突然失去任何联系呢？这个肯定是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引擎事故，而这个引擎事故是来自于非常突然，也就是驾驶员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的。驾驶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飞机就迅速解体的，只可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飞机上有炸弹，飞机上突然爆炸，也就是飞机在那一刻炸掉了，那么驾驶员是肯定反应不了。第二个是什么？飞机被外来的导弹击中，飞机瞬间解体。所以说只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航空专家讲176个在机上的人员无一人生还，是不可能有人生还，因为所有人在空中就已经死亡了，等他们落到地面上能找到几个尸首全的就已经算不错的了。所以这个飞机多半是飞机上有炸弹爆炸，或者是飞机被外来导弹击中，这是美国航空专家对他的分析。那么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就要了解了这个飞机为什么会有外部导弹对他击中。从外媒目前有一种报道，这个报道就说嘛，这个飞机上有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试图外逃，这个重要人物本人是伊朗的核工业的科学家。这个核工业科学家为什么这时候要外逃呢？是因为什么？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原来伊朗裔的间谍已经呢把这个科学家呢把他送来了，这些间谍为美国人服务了，他们为美国人服务以后，也就是这些人这次潜入伊朗以后呢，说服了伊朗的这个核工业的科学家，希望呢把他们呢直接呢带到海外向美军投诚。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一直要严控伊朗呢他企图发展核武，而这些核工业科学家他是完全掌握伊朗他研制核武的所有的信息和科技资料的。因为美国和伊朗呢曾经呢在奥巴马执政时候签署过一个伊朗完全契合的这个协议，由于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以后，美国就解冻了伊朗有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存款，也就是说奥巴马兑现承诺，也就是你跟我伊朗，你跟我美国签订了这个契合协议，我呢就解冻你一部分资金，你伊朗呢可以用这个资金呢用于你国家的呢生产，用于你国家的民生。但是伊朗呢他在解冻了这个资金以后，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用于他国家的民生，而是呢去发展核武，而发展核武里面最重要的这些数据，这些技术情报资料都在呢伊朗这些核工业的这些科学家的手上。那么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核工业的科学家，被为美国服务的一个间谍，这个人呢是加拿大籍，但是是伊朗裔，就是原来是伊朗人，后来移民了加拿大。就这个人呢已经呢去说服了这个核工业科学家，这次呢准备带他一起呢就是外逃，通过乌克兰转机，最终呢逃往美国投诚。这个信息呢是伊朗的情报部门后来才掌握，他们一开始没有掌握，因为他们如果一开始掌握，他们肯定是及时的能够控制和避免这两个人的外逃的。结果呢等他们掌握时候，知道这两个人已经上了这架飞机，上了这架飞机以后，哈梅内伊下令把这个飞机击沉，绝不能让这个核工业科学家让他叛逃成功，这是呢击落这架飞机的主要原因。
可能这个说法呢现在还没有得到验证，这只是外媒的一种报道，但是你从他整个飞机上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的人群来分析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失事飞机上面一共遇难的176个人员，其中有82个是伊朗人，有63个是加拿大人，有10名瑞典人，有4名阿富汗人，有3个德国人，也有3个英国人，11个乌克兰人，其中包括9个机组人员，也就是这9个机组人员非常非常的无辜，他们这架飞机就这么报废了。那么这六十多个加拿大人哪来的？人家就在你伊朗的飞机里面哪来那么多加拿大人呢？这飞机上没有一个美国人啊！这六十多个加拿大人啊，他们仅仅是持有加拿大护照，是属于加拿大籍，但是他们本来都是伊朗裔，都是伊朗人。这就像我们从中国开出去一架飞机，这个飞机上可能坐着300个旅客，这300个旅客你一看，基本上全是华人。只是呢他们的国籍都不一样，因为这个里面很多是贪官的老婆，贪官的家人，贪官的小三嘛，可能这些人他们早都有美国籍，但是他们本人就是华人，他讲的也是中国话。所以说这架伊朗飞往乌克兰的飞机上面的63个加拿大人，他就是这个情况，他们实际上都是伊朗人，讲的也是伊朗的语言，只不过他们在加拿大移民拿了加拿大的国籍。这些人里面有人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的间谍，他们是专门来说服伊朗核工业科学家把他带走的。因此伊朗情报部门掌握这件事以后，等他们知道以后，时间已经晚了，也就是这些人都已经在飞机上了。如果控制不住这架飞机，这架飞机毫无疑问会在乌克兰降落的。因此他们决定把这架飞机打掉。这是外媒现在对他里面做的一个报道和分析。至于这个报道分析最终是不是这个结果，我们还要根据更多的证据来显示。只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乌克兰航空公司的这架在德黑兰机场刚刚升空只有2分钟就突然坠毁的飞机，是100%被伊朗防空军导弹打下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证实，就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两个高级军事人员和伊拉克的一个高级军事官员，他们已经全部证实了这架飞机是被伊朗防空军的导弹击中的。他们已经把他们自己这个判断告诉了西方知名的媒体 Newsweek。也就是他们跟媒体已经明确说过，这架飞机就是被导弹击中打下的，也就是被导弹击中打下的这个结论已经是完全得到美国五角大楼情报高级军事人员的证实的。至于为什么要打，它的原因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在解读中。因此啊，我今天这个节目中呢，只是呢把我知道的外媒现在报道的相关资料呢告诉大家，对这个里面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和判断，就是这架飞机多半是在升空两分钟，只在2400米高度时候就突然坠毁，它没有任何跟地面的联系信号，驾驶员没做过任何反应。而无论是从飞机残骸上所显示的，还是美国国防部的专家以及伊拉克的高级军官，他们都已经向媒体证实了这架飞机是被导弹击中的。这个判断现在已经有了官方的权威说法，也就是在我准备这个节目正在编辑的过程中，刚刚收到一条快讯，就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正式的宣布，乌克兰这个752航班上面其中有63名加拿大人，这63名加拿大人全部是伊朗裔，就是伊朗裔移民加拿大国家，现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所以作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自然会非常关心他们国家的63个公民他们是怎么生死的。那么根据特鲁多他明确的解释，是伊朗防空部队用地对空导弹把这个752航班把它击落的，这也就是官方权威的消息了。在我前面准备这个节目里面，只是说了美国五角大楼他的国防部的专家和伊拉克的一个军事专家他们做出了一个分析和判断，而且告诉了媒体。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给出的情报显然是来自于五眼联盟他们最终得出的官方权威情报，那也就是说完全可以证实这架乌克兰航班它就是被伊朗防空军用地对空导弹把它故意击落的。所以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升空只有两分钟，在空中只爬升了2400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飞机在空中解体的原因了。至于击中的原因，为什么要把这架飞机打掉，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军事部门要把一架航空飞机把它民航机把它打掉，这个原因有待于国际调查组织根据现场的各种残骸的碎片，根据他们收集的各种情报资料，逐步逐步地让它水落石出。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